고싶어요先让韩国开唱，黄牛票飙473万，韩星爆耍特权，宋慧乔拿了6张票追扯。火星人布鲁诺17、18日在首尔开唱，2天吸引20万多人到场观赏，台下更是星光熠熠，韩国半个演艺圈的 idol 都去朝圣啦。新人布鲁诺演唱会门票4月开卖时，同时有116万人抢票，票价从台币2000多到6500多元不等。黄牛票则一度炒到1亿8000万元韩币，约473万元新台币。然而，不少艺人透过关系买票或拿公关票，位置是 VVIP 超前面的，几乎都是坐在前三排。相较于过去公关票安排在中间较冷门位置，大不同，让粉丝不平衡。尤其宋慧乔更是被猪队友波及，她的演员好友监视在 Twitter 晒出自己的票券，上面写着宋慧乔的英文名。在一票难求的状况之下，艺人还能透过关系一口气拿到6张票分送给其他人，爆出名人特权争议，让粉丝们气炸啦。之后，主办方现代卡出面向韩媒表示，有寄发公关票给经纪公司赞助商，数量在正常范围内，但他们后来给了谁，不是我们所能控制。主要是 Bruno Mars 人气太火爆了，引起了很多国内明星艺人的关注，餐饮发了本次事情的发生。